今天因为这波操作666这次的宣传呢，要做一个最后大戏。没有好笑答案，好，抓了。肉叉烧包米八仙饭店重新开张，请问促销活动是什么？自备食材半价。有一个，喝一小口。好，没想到你今天是吃这种点啊！蔬菜包买一送一，谁要？这就没特色了吧？一点特色都没有。买一个叉烧包，你可以叉烧包。色情了吧？等一下，他们真的是笑死我了。花了很多年在网络上想办法避开这种东西，现在反而不知道该怎么打。来，阿达，包比梅哥。真诚笑容有七成都是笑包皮，这波操作666